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Canon EOS 1000QD、哦、然后它这台用的是这个 2CR5 的这个电池、哦、电池、哦、我们刚刚已经有先放一颗我们要、哦、那个测试的、哦、先进去、哦、那这台的话它的这个功能、哦、正常、哦、你如果、哦、我们先把它打开、哦、有看到、哦、从一楼、哦、切换模式、哦、都正常哦，它快门，我可以听到它这个快门也正常。那它这个原本有一个镜头保护镜，我们把它拆下来。它这个原厂镜，哈、哦，原本有一个镜头保护镜，哦，看一下哈，我、哦、看一下镜头的状况哈。它这个快门哈，哦，快门正常，好、哦，好，我们把它装回去，哈、哦，原本就有，哈、哦。哦、来看一下上方，好、哦，上方的这个部分，好、哦，然后背面，好、哦，底片式，哦，底片式它就侧边这边，好、哦，可以拉开，哦，往下拉，哦，那底片盖就开了，哦，还有它的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，哦，当然有使用过的痕迹啊，哦，这个，哦，然后这个，好、哦，还有底部，哦，当时这个，哦，日本制造的，哦 ，Made in Japan， 哦 ，Made in Japan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 1000QD 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